你休息室中毒那天，他人呢？当安氏封存账本的时候，只有他在场，他是唯一可以动手脚的人，你还相信他？对，我信他。 大成哥，你在这里干嘛呢？没干什么呀。嗯，我跟你的汤你都喝完啦，好喝吗？谢谢你的汤，送你回家。啊，我不回去，我妈不让我在家打游戏，我才不回去呢。你这家吃人嘴短，你知不知道？喝了我的汤，你就不能赶我走。你已经不是小孩了，别成天往我这跑，不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的呀？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 所以不方便。你跟谁谈的呀？你什么时候谈的恋爱啊？你不可能，你天天上班忙工作，你下班有我陪着，你怎么可能谈恋爱啊？你想不想听点实话？等一下，你要说的实话是我想听的那种吗？你是要告白吗？你让我先准备一下，我准备一下。 我这宇宙第一美少该死的魅力，欣欣，求你了，不要再做汤了，太黑暗了。刚刚演的还挺真的，是想看他会不会愧疚。 我是真的把他当朋友，但你并不信任他。你现在查不到任何东西，还敌友不分。再说了，他就是在欺骗你。那你有没有在骗我？我说没有，你信吗？ 我必须拿到泽家留下来的东西，不管你有没有在骗我，我都希望你能帮我。那只是个账本，拿到了也未必有用。再说那个……拿不到我就会一直睡不着觉。你不知道，我已经服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安眠药。大成哥，你快点！我真的要迟到了，我先不管你了。哎呦，就是长不大，夫人说了他几句，而说跑掉就跑掉，委屈哦。他就是爱闹小脾气吗？夫人在家吗？我去打个招呼。啊，在的，在的，在里屋呢。 严总，您要的维生素刚邮寄到前台，我给您拿上来了。通知营销部2点半开会，之后的会议顺延半个小时。好的，严总。把这两个公式套在一起就可以了。 你再试试。珍珍姐姐，最近水逆，白羊座特别容易上火，这个维生素超级好，送给你，谢谢。楚欣，我跟你说，被你哥发现了。错题。别说他了，错挺好的。 夫人，我来送欣欣，过来看看您。谢谢又闹你了。坐。哎。你呀，也别总惯着他，要不然他总欺负你。
顾城，其实在我心里，你和欣欣是一样的。我虽然是泽家泽安的继母，但说起缘分，还是咱们娘俩更早一些。一晃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那个时候啊，你还是个小不点儿呢。是啊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更不能接受欣欣的喜欢。当初要不是您收养我，我估计早就饿死了吧。好了，吃早餐了吗？我吃过了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顾城，照顾好自己。好，母亲。严总，进。有件小事想麻烦嫂子。哼，朋友想让我投资他这款睡眠科技产品，嫂子不是正好睡眠不好吗？应该能给出非常好的用户反馈。我的用户反馈很贵啊，1%的股份，或者半个点也行。行。好好睡一觉吧，爷爷。事情，你不要走，我只想你回来。为你再哭一遍，再笑一遍，心甘情愿。少了句好久不见。其实，是我先喜欢你的，也是你告诉我。这个世界上就是会有人无条件的爱你，而我就是那个人。再看一眼，再爱一遍。
天，傻傻的这夜失眠，再哭一遍心碎片，就像从前。怎么样？睡得好吗？咖啡。谢谢。别担心我了，我没事的。那我先走了。颜真，你约我来这里是想重温校园的美好时光吗？这是当年嘉哥交给我的全部资料。既然你给了我一样东西，那我也给你看一样东西。我从没和你说过我父母的事情吧？当年谣言说技术部总监和财务部会计夫妻档里应外合，贪了公司很多的钱。我妈被辞退，我爸不甘心，一直想要查清来龙去脉，可发现账都对得上，中间的亏空却不见了。我妈不忍受辱，患上了抑郁症，没过多久便服药自杀。我妈去世没几年，我爸也走了。听起来发生在伯父伯母身上的事和嘉哥的事很像，所以不仅是为了泽家的事情，更是为了我父母的清白，我不能放手。倒是你，为什么又愿意把这个给我了？其实这四年我一直在想要不要给你，但交给你的瞬间我才明白，其实也没有那么纠结。你到底在纠结什么？我想用心守护的东西并不多，你就是其中一个。时间